我拜托你回头好不好？我拜托你坚持你们做好人的本心好不好？就你为着我大家好不好？我拜托你。 妈，只有我是认我自己是歹人，我才会当真真正正做我自己，做好人受欠，唔呐会让人牵得行，甚至会去拖累着，真心爱我的你，还佫有我爱的太太，这款的家事，我已经亲身领教过两届啊。 我绝对连个温存，我失败第三届。为什么妈安尼胡说，讲到我，你都是听袂进去？是啊，你这囡仔，哪会这么固执？我唔是固执，我是要达成我的目的，不择手段。 过去单中心都是利用我的善良，要搁进一杠，把我害到强要活袂落啊！一届，活活利用单中心的骗局，先甲罗家恩好多，然后丢我单中心，多得无得亲戚的感觉，袂当甲咱体会过，害过咱的人，嘛应该体会才对。 妈，你敢会记得咱去罗家算数的时阵，你讲过啥？你怨恨罗再兴毁掉东郡，你甚至纠缠伊，会输到头头头，敢毋是嘞？亲妈，反正无简单找着翻身的机会，是安怎你爱阮放弃？假使讲，甲东郡斗相共的人毋是单忠信，是别人，是毋是都袂安尼啊？ 你安尼用我的话来读我的嘴，无意思。虽然我读的书无恁两个阿母遐多，但不过我知影一个道理，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虽然恁两个阿母认为讲，恁的善良。 看，今妈还袂得到回报，迄是因为时机未到。你讲买啊，伊都有咧看，你知影无？你若是坚持要甲陈长兄绑做伙，你绝对无后悔。妈，我甲叶杰已经决定要交阮选择的路。 永远拢袂回头，所以请你唔通直接时阵求我两脚。你讲我求恁的后脚，因为你一直拢是上听话的人。就算讲我全世界人，我讲我求我家己学生，你嘛是永远相信我。这都是支持我继续行落上大的力量啊！告诉我，若是无你的支持。 强求我一世人，永远拢站袂起来，因为你对我实在是太重要啊！妈，我即马咧做的代志，就是当初你讲的迄句“命运由我不由天”啊，所以我要掌握我家己的命运，所以我拜托妈，你莫放弃我，好不好？ 唔对，命运由我不由天，不是安尼啊！但伊伫遐搞办法，到多山再去，迄条我都向老家甲陈忠雄讨回一口气，那人够好我参详，那人够好我参详。特别，我若感觉贵的时阵。
就是要向你忏悔，向你道歉。我从来唔捌求过你其他嘅代志，就今仔日，都干那一届。我求妈，你当支持我嘅决定，支持我嘅选择。从今以后，我绝对袂阁向任何人点头啊！就干那妈会当让我跪，让我磕头。妈，我求你成全我，求你支持我，好不？妈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保护我的每个让你两个受到伤害妈请你跟我站坐位好吗我跟雅姐真的很需要你的支持妈我拜托你跟我做回救东君好不好我拜托你我袂甲老家同款，我恁两个无自生自灭。就算讲我知影迄是万长青客，我也袂甲你做伙跳落去。多谢妈，多谢妈，多谢妈，多谢。秦。这你要大只手，开5000万买一个胸针，那还你要无细腻个那个头壳啦？所以你两个是亲家，恁故意把介绍要到这尼宽，让我无法度把我的物件买倒转来。这问的是，这位是永兴集团当时的胡林，这胸针哦是伊捐出来，啊，不过伊想要买倒转来。现在手骨无够粗，所以才搞乱啦。哦，啥物哦？手都好练啊！啊，既然哦，你唔敢放手这物件，啊，那就给大方甲管出来啦。断舍离这个道理，你敢唔捌听过？若唔是你出来乱，我边有可能无法度甲我物件买倒转来？既然恁这么不甘，我不安尼啊，将阮钱嗯拄车买介绍，你搁买倒转去唔就好啊？钱，我拄则唔是甲你讲过，
伊的手骨无够粗啊，哪有可能照拄只继续买倒去？你嘛太小心者，你敢付得起？哎呦，钱嘛，话唔是安尼讲啊，无听到伊等去甲伊先生哦，想问一下，只要伊先生点头，伊就会买倒来啊。还是讲，干那五千万尔，搁去问先生，哎，恁的先生敢袂想当算啊？金马，你唔知啦？永兴集团哦，金马是一个大钱客呢。银行最近搁从朝元调钱哦，那一共是小小的几千万，换算成几百万，都要四个九。啊，那遐尼可怜啦，金马，啊无安尼啦，你嘛当作你来做祖先。好，阿弟都用一点啊吼，低价都袂好伊啊，较袂讲吼，外口人讲咱表面上咧做祖先，其实是咧怕落水狗啦，对不？真嘛，你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啦。嗯，哼，非得我个人我就讨厌。好啦，既然安尼，老夫人，我就收你十块。为地对我来讲，这个胸针嘛，敢若就会假的尔。我是为了要做公益，才会挑工啊，提关这个竞标价。你即马是故意搞我的尊严，等你头壳淡。认真讲起来，我跟你是无冤无仇。你是哪边的针对我？还是讲我有多位去迪士尼？妈，敢唔敢可以？咱来走。无用的，伊爱甲我交代清楚。我老虎咪，我无迪士尼。伊安尼处处咧针对我，伊都爱甲我讲清楚。这位老太太啊，我看你的面相吼，就知你是一个看官无看家的人啊。阿公亲。我是一个嫉恶如仇，而且吼感觉足准的人，所以你这款人吼会互伊针对，拄拄好尔。恁两个联手，超过伊个介绍，发到遮尔啊悬，互阮妈无法度甲伊的兰花胸针卖转去，准拄煞。上个游戏规则就是安尼。啊，不过请你甲拄只讲的话收倒转去，我妈才不是你讲的迄种人。小朋友，你敢捌听过？相由心生，无听到有的人哦，甲过去安怎糟蹋别人的代志，拢放袂记啊。所以哦，伊家己无法度反省伊家己啊。啊，像像种正能量的人哦，大家拢会讨厌伊啊。所以恁即马就是连手要欺负我都对啊。甲你一句来一句去，真正浪费我的时间。原本我是要像像阮亲母讲的。我用十块买倒转去，啊！不过我今麦改变心意啊，搞个物件回来，啊呐，我就告你窃盗侵占。你妈，今日物件已经卖出去啊，咱嘛只会当放手。哼，看起来你查某囝比你搁较捌代志。老太太，袂歹哦，你真正是歹得出好事。老夫人，既然你安尼看袂开，当初就无应该哦，干脆做拍卖，也假奉承啦。你安尼敢做一个当时兵夫人的风度？敢做，要敢担当。妈，敢不敢可以？